这么不检点、不自爱、非礼，那不是自找的吗？这叫不省人事。你亲眼看见的恶臭酒桌文化呢？男人的围剿呢？那个视频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明明感觉你是丢的不行了呀！既然是这样，你让我怎么跟父母解释？你能帮我和他们解释吗？我该说的我都说了。是不是真的？你在外头醉成这个样子，你要脸吗？你但凡洁身自好、品行端正的女孩子，她绝不会让自己醉到这个程度。